当时是一个德国设计师来做的这个 logo， 我也很诧异，就是为什么我的皇冠是歪的，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动员，我的内心会是什么样的。发现其实我真的不是那种愿意轻易服输的人，但林丹站在赛场上的时候是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的。那个时候的林丹我觉得不怕失败，而是我一定要表现出最好的一面。就像今年的世界锦标赛，世界排名286，当你面临压力的时候，你得要表现出一种勇气。我也尽可能去做到自己最好的希望的成绩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要把自己的态度拿出来。